我最近有一个梦想，系同朋友五点钟去天光墟。我竟然好耐冇同朋友出去，而且去一个未去过嘅地区。但我点可能五点钟就起身出去？除非我十点钟开始入睡。但香港有冇人可以十点钟入睡？除非喺屋企无端端饮醉。Terence、阿雪、Peter 同阿 Sa， 你哋会陪我去吗？之后再去饮早茶。他们都应该会陪我啩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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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最大的一个梦想，其实已一早失去。香港都正在死去，我都竟已不再唏嘘。这个世界叫人类坚持下去，世界叫穷人奋斗下去。但我只是可以继续在这里无聊下去。我有一只公仔，两年来朝夕相对。我有段日子不想出街，主要都是因为他。但我最近发现他不再讲嘢、食嘢同饮水，我亦都开始瞓唔着，就算饮到好醉。我想问可唔可等到五点钟，然后就去天光墟。我想紧瞓唔着，系咪因为以前做过一啲事太衰？我起翻身，开翻部机，听邓丽君，听佢唱到呢几句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。